是莉莉，我是林莹。那我今天五点起床，要去花莲的武林农场。台中的武林农场。台中的武林农场。台中的武林农场。这不是我平常起床的时间，刚刚起床就整个闷。等一下再见，来。没有大彩虹。小哥哥才应该对。对。彩虹的尽头在山里耶。小哥哥要再见，漂亮的彩虹。好近哦，对不对？准备去找彩虹的源头吗？妈妈，你猜一个东西，我第一次上山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对，你不止上山吧，上次去花莲也是啊。哎，对。对啊。去远路我都会说。彰化也是啊。去远路我都会说。对啊。很期待的地方就到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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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很烦呢、欸。可是在塞车还问说到了没啊？等了很久。好。十二月有了双子座流星雨。哇！现在下个目的地是哪？鬼灭之刃的角色，我试着把他的音配出来。嗯，一样。好吧。那妈妈可以。鬼灭种。哈？鬼灭种。鬼灭种是谁？不然那个叫什么？钢铁种，钢铁种。是黑色的。黑色的刀。他自然不是褐竹之子吗？哎，这位红色的刀很稀有。下一个，玲珑走进去太难了啦。要选这么难，对。铁血僧呢？这是钢铁走的一个新人，作为蜘蛛的刀。对。你要选这么冷门的吗？对啊。无惨。我想一下啊。找些那个嘛，叫经典句子。哦，对，吴宪成，跪下，匍匐在地上，向我告白，叩拜嘞，声音不差。来下一个，周四也很难，周四、哦。我尽力的配还是配不出来，我会试试看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二啊。御史郎，对不对？御史郎，哎，蛮像的，哎，自己感觉。下一个，要选热门一点的。好，我想去那天知识山，我就选累的姐姐。嘿，这还不是一样，她只是个小配角。行名呢、啊。
这是一只猪，它是被山猪抚养的。嗯，也对。可是生出它来的是那个嘴平琴叶。可是它那个，我想想，那个山猪头套那个 baby 很可爱。原来你叫蒲毛犬八郎，我打赢你。我叫炭治郎。够了，你们安静好吗？下一个，我去。我的名字叫做我去小鱼，你要保护我，炭治郎。好，知道了，炭治郎。你要热门的、哦。其实做不到与做得到的人之间，有的天什么？神，那你就都要小心。失去力敌，加油！是紧紧的，外面温度真的很冷吗？哦，那这会冷吗？有一点。这对我来说还好。对啊，可以不用穿了、啊 yeah. 你可以不用穿。十点到，大概开了160几，65左右吧，160几公里，花了4小时15分钟，5:45出门的。先住武林农场，但是武林宾馆，但是先来富裕休息一下。又下一家，我是玲玲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武林富裕，可是现在因为我们要住的是宾馆，只是来这里休息一下。太冷哦。对啊。陶馆。
还有琉璃遗址陶馆复制品哦。主峰了，如果我爬山了耶！只花了三秒钟就爬山了，空气好清新哦！哦，哎呀，这是想象。哇，五颗还是八百？五，这个八百。八百，八百，八百，全部都八百。我还有六颗，还有这几颗啊？把九十号时空的，哇！我们回家买很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回家买很好稀奇哟、哦！这个我有看过。爸爸嘞？爸爸去哪了？爸爸在怎样？换地。换什么？换五万多块。哦，五万多块哈。哼。哇，你看这个树。宁愿买篝火，不要买什么装备吧。你看，这就是装备，爸爸装备的爸爸，快去拍五万的装备。哪里？这是啊。压扁。对不对？他死了。刚才那一张知道的人，快告诉一下。他死了。我们再去。他死了。通常看到他都是被压扁了。直接徒步好了。好了，关掉，我们来露营区。好，我们去露营区了。椅子上有苍蝇。冲！等一下，哎，你谁准你碰我彩彩？